最后我们从中间开始好不好？哎，来，请听好，最喜欢的宝藏，我发现的，我找的，我埋的，我偷的，我摸到的，我不喜欢的，我错过的，我找不到的，我不要的，我看漏的，我没摸到的，我摸到了的。行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这轮是小凯。庞博跟文涛打平，你们俩一v一一下，好不好 ？Ready go！ 来，请准备节奏，走起，所有人。枸杞，我泡的，我买的，我种的，我卖的，我捡的，我输了。因为我也想说捡的，然后就我拿了。那行，那早餐游戏就结束了啊！我们结果出来了。杨迪、小凯、庞博直接去化妆了，化妆了，剩下三个人可以获得吃早饭的这个机会，好吧？好，好，谢谢。